作为一名村支书书记，我参加了这市潍坊市镇级村局亮级赛季成果展示交流会，也感受到了市委市政府对基层社会治理和农村工作的高度重视，感到了用心的同时，也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。我们娃儿村党支部。 通过党支部家公司家联合社家农互利，运营模式，趟出了一条独具渝泉娃发展特色的新路子，实现了由落后村到明星村的蜕变。未来，我们娃儿村将继续坚持党建统领，以有机农产品生产为主导，大力发展有机生态循环。 智慧数字农业，打造娃儿新模式，开创强村富民的新路子，带领村民实现共同富裕，将村集体的各类资产资源进行市场化的运作和专业化的运营，努力把娃儿村的好模式、好技术、好品种推广到全国各地，为建设更好潍坊贡献娃儿的力量。